零八这一题呢，我们先从外围这边开始画起哈。来，那我们这边画一条112.5的水平线。好，然后呢，再画一个7.5的线哈。然后呢，往这边啊，我们刚才画水平线是这一条哈。然后这边夹60度，所以这边小老鼠。啊，那个 7.5 小于，好，这边 60， 所以30加 90， 所以是120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 LENT 是 19.5。好，来这里，好 ，Enter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画这个部分哈。来这边 C 15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22.5的圆哈，来 C T K， 从这边往这里追37.5，好，往下12加10.5是22.5，好，半径是22.5，好，完成之后呢，这边97.5。做切切板哈，好 ，T 呀，修剪，好，然后这边165哈，所以这边 C 165哈，然后跟这个15的弧相切哈，所以165要减掉半径15，它减直径30，所以是135哈。所以这边偏移135，好，然后呢这边哈，我们画 C， 以这边为圆心，半径是165，好，这两个删掉，好，这边 T 呀，修剪啊，好，然后这边呢是27啊，一样 C。27，好，然后这个弧跟这个弧相切哈，所以偏移27，好，所以 C 这边为圆心，半径27，好，这两个可以删掉啊 ，T 呀，修剪 ，Enter 啊，这里，好，这边导圆角 R3，好，这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，修剪 T 呀，啊，这边，123，啊，修剪掉这些。好，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部分，啊，这边我们先画个圆哈 ，C， 好 ，T K， 从这边追，好，往这里追 37.5。好，往下追，这边是2，好 ，Enter， 然后呢，圆 D 7.5，好，我们先画外围这个齿的部分哈，来这边我们来看这里哈，这边我们要画两个圆，一个是43.5的直径圆哈 ，C 是D。是43.5，另外一个 D 啊37.5，好，然后这条线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哈。另外，等一下这个圆是利用这个圆心来追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来，然后这边是36个哈，所以每一个角度是10，好，每一个角度是10，所以这边呢，我画一条水平线哈 ，L 这里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十哈，所以这边是5度角哈，所以这边旋转哈，我们用侧点旋转就好 ，C 复制转5度，好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这边画一条斜线给它，好，然后用这边
做近色。好，再用这两条以这边做近色。好，然后这边导圆角是 0.2 哈，所以这边导圆角 R 0.2 m 啊，来这边导圆角，这边导圆角，这边导圆角，好，这边删掉。好，然后呢这边啊删掉这里。好，然后将这里环形阵列I 36个，好，这样子就完成外围这个部分。好，然后里面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边我们先把这里删掉。好，这边 C 直径30啊 ，D 30，这边是 3.5 D。是 3.5 好，来，然后这边15度角啊，所以这边画一条线小于15度，好，我们用取代角度的方式 Enter。 好，那这边15度，所以这个角度也是距离这边15，所以这边是75度啊，来点它啊，然后小于75度，好，在这里，好，然后呢这边再画一条小于负的15度，好，然后这边呢这边是3，所以偏移 1.5 啊，这边把这里删掉，好 ，TR 修剪，好，这边修剪掉，好 ，Enter， 然后这边把它删掉。啊，这边我们做环形阵列啊，这边啊这几个选取啊 ，I 是，我们看几组，1、2、3、4组。好，这边就完成哈，来，然后这里这边21哈，所以 C 以这边的圆心锥21。好，那一个是 D6， 一个是 D26， 一个是 D30。 好，然后呢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边宽度是2哈，来，那所以呢这边啊，这边是1、2、2、4、6组，所以一组是60度角，所以第一个 L， 所以平这里用它做侧点旋转，复制 C 60度。好，然后刚才这边看了，这边是2，所以偏移1，这边往这里偏，这里往这里偏哈，这里删掉，啊 ，TR 修剪，啊，来，然后这边删掉哈，来，环形阵列，来这边 ，I 是6个哈。OK， 好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哈。来，那我们来看题目，弧 A 中心点到交点 B 距离为何哈？来 ，DIST， 弧 A 中心点，弧 A 的中心点
到焦点 B， 焦点 B 是这一个啊，答案是733454，没错哈。焦点 C 到焦点 D 的距离为何哈？来，焦点 C 这里到焦点 D 这里啊，951908哈，没有错。斜线区域面积啊 ，H。AAO 好是3247278啊，没错，好啊，删掉啊，来，区域一扣除孔内面积哈，来 HAAO 啊是244979啊，那个这个错了哈。一是这一个哈，来 H A A 哦，来答案是870348，啊没错哈，最外形周长啊，来这边三点哈，来画个矩形，来 B O。LEN 好3189190好，那这边呢就是508题的部分